我觉得很正常吧，就是说，比赛不能去看排名，就是说，看他排名高，他积分，他比赛只是说发挥比你好，但不一定代表他这次的比赛能够战胜你，或者是说他这次比赛就能怎么样，只是说排名只是一个参考吧，也没有说什么目标吧，自己一场一场比赛打好，目标只是。自己做好了过程以后，目标自然就会出现。